其实也是在很多场合，然后有常常见面，我们也常碰面，也常来我们的冰冰秀。而且我知道台下好像有很多观众都知道接下来是谁。真的，那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那个真的知道，那个手机角度可能要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女神呢，通常裙子穿的都很短，哦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哈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欢迎这位女神，她就是向慧琳，掌声鼓励，尖叫声。好，那跟各位男士说一声抱歉啊，来，慧琳的手就交给我了。啊，有没有羡慕啊？来，谢谢现场的朋友。在哪里？让我听一下，好吧？谢谢，来双手借我一起来哦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很有诚意，带很多礼物呢，哈、哦。
哦，你是香慧玲啊？不是啊，在这边的、欸、哦。不是啊，他如果是香慧玲，这样本人跟那个电视上也差太多。因为电视是十六比九啊。不是，因为本人怎么那么漂亮？哦，哎、哦欸，你很会做人，马上转回来、欸。没有，但是现在都是助理。先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好好好，那很比如说有咱玻璃仔的哈，还有呢，来自我们外县市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伊本人有比电视较缘投无？哎呦，伊本人有比电视较少年无？我本人有比电视较水无？有，拢有拢有。哎，那慧玲刚在挥手的时候，我的心都酥了。哎，好会扭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还带动作，我心都酥了。我哪有这样？你刚刚就这样子啊？真的吗？我们来外面就是要活泼一点、啊。对，而且哈、哦，这一段其实交给你访问就好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讲话身上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要好好的欣赏欣赏他。来，介绍给你交给你。而且你欣赏还要绕圈、哎，对，我要绕圈啊、哎！你那个眼神看起来，哎，怎样？怪叔叔哎、欸！没有，你让人说欣赏，然后就开始。对啊，那个眼神有点像猪大哥。你是猪大哥？哎，天骂慧玲哈！哎呦，哎呦。没有啦，慧玲其实真的是我们节目的常客，因为优秀嘛，会唱歌，嗯、然后郎哥帅、啊哎、所以画面看起来就好看。真的，而且是公司力捧的那个女歌手。对，而且你知道，我们冰冰姐就是一直在欣赏说，哇、哦，那我查甫谁更加帅？哦，卡腿我告诉你，聊那些崩蕊，我好希望说我就是冰冰姐那一双手。哎呦，因为冰冰姐每次都给她这样吹下去的时候，害我都要跟冰冰姐握手说手健 play 一下。你今天这样你也可以啊。不是，你今天现场要讲的是你是要征求大家的同意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这样子啦，我征求大家的同意。其实我已经失败了十次，国父革命十一次嘛。好、哦。我已经跟他告白十次，但是他都不理我。我感觉你会在失败第十二次。好，如果千万不要你这么不看好我吗？好的，现场福利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好，如果愿意见证我跟慧玲的爱情的话，请大家拍手掌声、啊、安静安静、欸欸欸，真的有拍手哎、欸欸，也算哦，我已经叫安静了哦，也算哦。接下来这段交给你了，走吧。欸大家好、欸，没有啦，这里有开机、喔，没有啦，拢公生球诶。先等下去后台给你红包哦、喔。好啦，然后这边国民老公，他就是国民老婆啊，每个男生都很喜欢桂林这种的，真的哦，又会唱歌，然后又漂亮，然后又会娱乐大家，在刷等于你在罗后市来。你又会唱歌，然后又会赚钱，所以你就得出赢的好啊嘛。出赢，你买卖安尼讲，我可以当你的保镖，帮你挡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啊。你们小两口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都被你看出来。我跟你讲，现场你看有个小女孩这么漂亮，你有化妆吗？你长大，纯大想要当向慧玲姐姐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觉得她自己有自己的味道、啊。没有、嗯，每个现在的女孩子漂亮哎，注重打扮啊。现在小孩子就这么不得了，以后长大哇，也是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眼睛很锐利呢，我们现场上20,000多人、欸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妹妹。我跟你讲，你姐吧，就是她的眼神，她的眼神，她的雷达是专门扫女生的哎、欸，那、哦、其他的男生都看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奇怪、哦好，所以你都扫男生，我都扫男生，那我都看老师，老师、欸，好啦，不要开玩笑了。那慧玲来到这边呢、欸，有没有什么祈福的愿望要跟大家分享的？比如说未来2021年，你希望有什么样对自己有一个期许？哦，没有，刚好最近有一个那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。怎么了？有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才刚见证爱情，哪有那么快啦、欸？对啦，我想说也没那么快。好，请说。给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慧玲呢最近呢即将推出新专辑，好，然后这首新歌呢目前已经在咱的三立八点档。这首新歌，这首新歌啦，系、嗯、啊，叫做《月牛弯弯》，目前是我们三立八点档的。天之娇女嘛，天之娇女的片头曲对对对，而且我发现你几乎每一首歌都会买片头片尾，这个得杀的。不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没有钱买、啊。我知道都是公司投资的、啊，那就表示说你是值得投资的啊。对啊，所以你看那个海报上面有没有？对，你看我的抬头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八点档歌后。喂，啊，怎么在我的头那边？我以为我是向慧玲。你看，也没有写什么漂亮啦、啊，或者是说气质啦、啊，还是说什么白语甜心啦、啊？对，他就只能用八点档。这个就跟以前的金佩珊姐姐一样，我感觉金八点。再向下，我开始该瓦掉。哎，这么漂亮，就是女神中的女神向慧玲、啊。所以你想写什么？对，你想写什么？就是阿文的女人。
好了，来我们听歌。好了，听歌了，听歌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带来这首。你不要上一次鞠躬哈腰，我会吃醋哦。你给大家看什么东西？你有时候在底下唱新歌的时候，然后你这样，你这样子，我会等一下会一直想到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不闹你，你好好的介绍这首歌。对，带来的歌曲叫做是最新的专辑的主打歌，但是呢 ，MV 跟专辑还没有出来哦，请大家再稍等一下，再稍等一下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先听我们八点档的片头曲《鬼牛弯弯》，好，欢迎向鬼牛。最后两只扇子送给我们最美丽的妹妹，来我来考一下，现在要带来这首新歌叫什么名字？ OK， 谢谢，这首新歌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鬼牛弯弯。时间亲像山顶风轻轻吹过，走来一场爱的爱一杯，残言万语虽然吹不出情，啊，梦来今夜芳花经过，啊，月流弯弯看一个平凡，幸福等你来关怀，有人心为情为爱也甘愿，你何痴心在我心，啊，月流弯弯行一个情缘，望你痴心来听，望你啊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希望大家会支持。真的很棒哦，实力派的唱将。好，接下来介绍这一位，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。今天安排一连串的主曲，凤飞飞的主曲，一起来欢迎谢君君。